A few moments later. Don't get fair.好好复习，不要影响其他同学。Oh. 啊，知道了。今天篮球比赛赢了球，王老师说可以不上班，放开咱们一块吃点东西庆祝。我觉得可以。去哪儿啊？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日料。贵不贵呀？不重要，今天这顿我请。超哥威武，比心啊！我问问小婉和林萧然吗？南向晚的灵魂已经出卖给学习了，肯定不会去。南向晚要是不去的话，林萧然肯定也不去啊。还是问问吧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别太晚就行。李萧然。看什么看？都好好复习。